王到底可以怎么样？啊，太小口，太小口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还有这样子，还有这个嚼的动作要稍微快一点。你现在不是已经穿帮了吗？你这种吃法不是人家已经看出来？你这样去告诉人家你第一盘没有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才要装，这个表情是太好吃的表情。你这个根本不用装，连我都敢吃了。你这苦的话，他还可能在吃吗？我就是在等他们找出来哪一盘不苦，我要继续啊。嗯。哦。各位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。两位都是非常啊，这个声势显赫，在我们演艺界里面，啊，对于人生经验相当丰富的两位名角儿。第一位介绍的是罗时丰先生。大牛。各位好，姐姐好，这个谢姐好。什么时候变谢姐了？尊称嘛，不是尊称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人家谢姐的都跑出来了。那一般主持人我们都，那你不要叫我歌手都要尊称这个。那你不要叫我谢姐，叫小燕姐好了。啊，是，哎，那你就叫我陈庆哥吧。第二位介绍的是陈孝萱小姐，不容易，大家好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是准备的是披萨。好，哎。跟那个以往用火锅，这个火锅不一样。真的、啊，我以为是吃麻辣锅、欸。不过现在披萨很快啊，打个电话就来了。对，真的吗？嗯，那我们订的披萨没有？这电话打了，我订了，我刚已经打了五分钟了。这谁现在这才是外送？可以扣钱的耶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超过半个钟头。这个披萨的经验，你跟我们讲一下，这里面有哪些学问，好吧？披萨有很多种啊，其实披萨吃素的也可以吃，因为它有素披萨。哦，素披萨。哎，像我常常肚子饿，我就去吃个素披萨。对不起，切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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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家慢慢享用啊！哎，我收工了。有空再来啊！来，各位知道是怎么比吧？啊？什么比？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立法了。就是你面前有三盘披萨，你要吃，可是其中有一盘里面有很奇怪的，加了很奇怪的料。哦。那你不能让对方知道。哪一盘有？对，但是对方你要猜哪一盘有问题。哦。谁先来？那当然是一人先来。一人先。那男生先好了。好，那罗时丰先好了。哎，那你从第一盘先开始拿。直接用手。吃披萨。啊，你是男人的？哎，这黄老板，黄老板，这样子，黄八，黄老板，你送这披萨都冷掉了，怎么还有冷冻披萨？真的是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看他的表情，哎呦，人家知道了，第一盘就中了吗？第一盘可能就中。那换你们啦！哎，我是第一个，第一盘。吃完到底可以怎么样？太小口，太小口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还有这样子，还有这个嚼的动作要稍微快一点。你现在不是已经穿帮了吗？你这种吃法不是人家已经看出来？你这样去告诉人家你第一盘没有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才要装，这个表情是太好吃的表情。你这个根本不用装，连我都敢吃了。你这苦的话，他还可能在吃吗？我就是在等他们找出来哪一盘不苦，我要继续啊。嗯。哦。哎呀，那你真的是帮人家穿帮的，这是真穿帮了、啊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！自作聪明吧。那今天陈孝萱坏了，不是你这个就是太坏了。人家装得像，哎呦！可是刚刚他在吃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好像人家装得像，哎呦！因为我已经饿了，我是很饿，我心里想他刚好像穿帮，那这盘可以吃，太好吃了。不是，第一口说真的吃，哎呦有感觉，但是后来吃的习惯了嘛，一直咬一直咬已经也没有习惯，汗都出来了。
完了完了，你怎么知道？现在看，所以你刚刚吃这口太小口，哎也不一定哦。搞不好飞哥也是假的啊。我这个是，这是我看刚刚那一片，我是配合他，真的是配合。来，赶紧吃第二块。好，第一块刚，第一块他刚刚吃的，你看出来了啊？看完了，太小口了，没感觉。说真的，补一口。问小，好啊，这个不能讨价还价，人家叫你吃，你必须要吃。你要从中间这边。啊，对对对，还不能吃后面的。对呀，你又不是吃葱油汤，他东西。大牛，你要结婚了，我要留点口德。我没有骂他。这看不出来，这种吃法，他总共两口啊，还没有我的半口大。吃法我来示范一下，这一刻一定绝对没有。啊！像吃西瓜一样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块就可以证明没有，他又帮你穿帮了。好像没。嗯，你的表情太直接了，真的。我怎么那么笨呢？我现在发现不好了。陈小姐，你好烦哦！你现在已经可以认定他，你现在是承认这一块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没有啊，还是要让他猜。好好好，我们来看他第二盘，看他第二盘的表情怎么样？他现在想他的表情要怎么做，很麻烦。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好笑，我真的不配。哦。要这么饿好不好？看这边第二盘了，好，来换第二盘。这个把它收回去了。嘴对嘴的。哎，像刚刚飞哥那样啊，把这个整个送进去，稍微要大口一点，要整个送进去。哎，这个就可以，对，这样表情比较容易看得出。来，不停的，不能停，哎，这样。嘴唇不合的时候就表示很辣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很难猜了啊，喜极而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问题了吗？罗子峰，好，看出来了啊。那罗子峰继续演第三盘。口水不要乱，哎呦，到底是怎样？你在喷到那上面，还用纸这样刷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第三块，第三排。你嘴巴也没有那么小，对呀，那么小，对呀，真是。哎，好，那嘴巴是合起。辣，你舌头都可以出来清理一下门户。对对对，那一块绝对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现在两边呢都认为可能其中有一块有问题，现在我们可以指定对方，那个对方就要把那整个都要吃掉。你可以同时要求他们两个一起吃，看他们两个的表情。对，哎，你认为他们那边哪一块有问题？哪一盘？因为我很相信你嘛，那就是第一盘喽。第一盘。好，我们先看谢金燕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罗时峰，他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，哪有咬那个边上怎么行呢？麻烦你一定要带着，对，一定要带着那个气势一起吃下去。好，这个是等于什么？没有啊，是不是吃错干？你们刚怎么那么像？不一定。来，罗时峰来，这块剩罗时峰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有什么很奇怪的味道？又来了，我刚才就是被他害了，辣到他快哭出来了。哎呦，他谢金燕开始吃起来，这就麻烦了。好，现在开始指定这一边。原来你们放的是药啊！你们会希望他吃哪一块？
中间这个。有吗？有问题吗？第二盘还没说第二盘是辣的，第二盘是辣的啊？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只是叫他吃第二盘，又没有说第二盘是辣的。哇哦！好恶心！嗯，不啊？还是连不上去？哎，我们不要玩，不要让他玩，好不好？好烦啊！哎，对对，你要被搅什么局啊？我一直帮人家穿帮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好开始选哪一盘有问题？完了完，他们还弄不过你。他们已经输掉了，可是他们有机会打平手啊！对对对，为了打平手啊！如果他也猜对，就平手了。这样吗？对呀，对呀。他第一个是对的嘛？对呀。啊？啊，第三个才是辣的。你是，所以我的演技好，你是味觉有问题。不是我的演技，你所以你们都一直担心我，我就是在演戏。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真是，哎呀，真的吗？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太过分，亏我还那么相信你。整个被他骗，因为我是一直在演戏，演到最后你们是把我穿帮，那么糟糕了。大口一点。啊怎么样嘛？到底味道？现在我们是选什么？哪一个好吃，对不对？哪一个好吃啊？选哪一个好吃？哦，原来是选好吃啊！他选的是第三盘啊，第三盘，第三盘，那我来吃吃看第三盘。那你吃吃看第三盘。这个线已经掉，要吃这个。哦，哦，太过分了，是不是跟他第一盘的味道一样？哦，对，一模一样。那就是说大家都猜中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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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陈小轩演技比较好，因为他们刚刚一直凭良心讲，你是不是一直认为他就是中间这一盘演？嗯，我本来说真的，真的，对，他好厉害啊。哦，对啊，是的，演我还演了半天。对啊，他演技比较好。嗯，哦，那他这个是直接的是被我害，他演技也很棒，根本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讲真的，刚刚我们是一致，我觉得你的演技最好，所以看出来直接来。他们到底是哪一盘有问题？到底哪一盘有问题啊？中间那一盘。啊？那这怎么办？这现在怎么办？这算平手，算平手啊，两边都胜了，两边都猜中了、啊。哎，那还好，我们陈小姐今天她不是来出片的、嗯，所以有奖金3000元。哎呦，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奖金3000元。对，那罗志峰因为他打歌，所以他赢的，给他打歌一次。好了，二位同不同意啊？嗯、我同意。哎，问我当然同意啊。而且不是你出嘛，对不对？非常谢谢他们两位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好。